你家好像离我药店不太远啊。你的药店？啊，忘了跟你自我介绍了。给我的名片。哦，这家药店原来是你的。嗯。这太巧了，今天从那儿路过。哎，你这个好像是一个连锁品牌，有不少分店吧？哦，也不多，就三家。三家，嗯，三家也不容易。没看出来，你还是个女强人。哎，哪有啊？哎，你到底是不是黄自立的女朋友啊？怎么，你跟他很熟吗？我们太熟了，我跟他还有他的前妻钟晴是大学同学，你说能不熟吗？据我所知呢，黄自立这些年一直跟一个女孩关系不错。我本来以为这钟晴去世之后啊，他会和这个女孩在一起，没想到突然冒出个你。你是说在钟晴去世以前他跟一个女的一直好着，到现在还有联系？我可没这么说。嗯，不过前段时间我还看到他们在一起呢。那女的什么情况啊？嗯，我想我的话太多了，对不起啊。你就告诉我嘛。也没什么，不就是一些是是非非的吗？好像是个派出所的警察吧。警察？嗯。该不会是方言吧？你们认识？没什么，我是不是有点说多了？没有，不好意思啊。那走吧。谢谢你送我回家，路上小心。安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这么晚回来？我都等你半天了。你管得着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再来我家，我就报警了。我不是关心你吗？咱们毕竟夫妻一场啊，不，看天天的份上，就过一次机会。你省省吧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而且比你优秀多了。你以后别来烦我，你让开。曼玉，曼玉。要想提高业绩，勾心斗角，玩办公室阴谋诡计，这些在我这儿都没用，懂吗？懂吗？懂。胡总，哟，王老师您来了，出去。让您见笑了啊，里边请。不错，看这阵势，公司马上就要上一新台阶儿。哎呦，那要再有您如虎添翼的加入，那就更好了啊。哎呀，少忽悠我，我可没钱投资。那您就技术入股，我给您干股。你小子又给我下套是吧？您这话说的，哎，王老师啊，我这手里头啊刚好有一个大项目，嗯，等着您拿主意呢。行，聊聊呗。先喝杯茶。哎。
位爸。闺女啊，你那边晚上都10点多了吧？啊。还没睡呢吧？没有，我刚值完班。这两天降温了。你还上什么班啊？移民局这边手续我都给你办好了。嗯，爸，我想你了。我们也想你。我挂了啊，因为我妈早点睡觉。好。